小黄打飞手套棒，我们首先可以先画出一个拳头的形状。然后我们来给它涂上颜色。然后我们来画出今天的文本框。我们写上今天的主题，扫黄打飞。然后我们来画上今天的中式和文本线条。我们来开始涂上颜色，选择红黄蓝绿，把四个文本框的颜色涂上。最后我们用黄色画上背景光芒的颜色。像这样我们扫黄打飞手套棒就完成了。